来走了。还卡呀？不卡了，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？可以拍个表情包吗？怎么拍表情包啊？怎么回事？好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来拿。我觉得就是要一直按着吗？这个把它弄下去，长按嘛。然后抖的时候，我们头也要跟着一起抖。还要抖吗？对，预备，开始。没有抖哎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吧？我很配合吧？再拍一张正常的合影吧。哦好，我不卡就行。来吧，我跟他拍了个表情包，居然可以做表情包，这什么软件 ？FaceU 哦 ，FaceU 可以做是吧？我也有这个。来吧，正常的拍，也用 FaceU 拍，那个拍出来很好看。FaceU 不用也好看，不用也好看。嗯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会撩妹，会撩妹。把这个去掉。怎么着了？你来干吗？好。哇！一二。哎，搞我啊！嘿。好，谢谢。啊？冯总哦。冯总。对啊。为什么叫我冯总？因为看经常看你直播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是冯老师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想跟你合个影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来嘛，可以，是美颜摄像机吗？美颜啊，不是，回去记得 P 一下，可以。嗯，能发朋友圈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发了、啊，对，只要拍得满意，随便发哪里，好吧？又拒绝，哎，等一下，换一下看。你在直播呢，我刚才一路看你直播来的。哎，你是在录影吗？对，哦，就是发朋友圈吗？哦，那你重新录一个吧。没事，啊、哦，就这个没有准备，没准备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录吧。哦，那我播。再拍一张，拍的太丑了。哦，行，自拍，我来拿嘛。我就这样拍，挺好的。好，你往后。一二。是吧？你又站在后面拍，拍得很瘦。我的职业之路要继续了，我不录了。好，开玩笑的啦，他们。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，刚刚那个怎么回事没有搞清楚。那要再录一个吗？我来拿。一二三，怎么回事？现在保存哦。好，我往前走了。快七点了，我觉得我快回家了。我本来就是准备过两个小时的，差不多。就再秀一下屏保。秀屏保。来来来，给大家看看，真爱哟。哇，哎，哇，这是谁？这是哪个美女？太美了，美美美，大大大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 ，Hello。可以拍张照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。我来拍好吧，这拍的技术真的是有点不忍直视。对，一二，啊，来再来一张，一二，谢谢。你在偷拍我？你看，这样的。你这是。这个角度真的是有点问题，这样对对。好，谢谢，我走了哟，你们怎么样？要回家吗？一起。我能坐这里啊？啊？我是听我吗？那是。我不是，那我说不是，你就走了是不是？不对，我开着直播过来的。啊，好。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。找了一个小时。对，哇塞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合个照。啊，找了一个多小时，找到这里。嗨，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啊。Hello。这是找了一个多小时。在往这边赶，然后。啊，他没赶来了。
你们不要往这边来了，我马上要回去了。不过你们辛苦了。拍张照片吗？可以啊，拍张照吧。哇，超级喜欢你的歌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就看你在那个网易里面唱了好多什么凉凉，刚好遇见你啊，特别喜欢你的歌才过来。谢谢。那你在苏州是吧？前天。哎，对。你们差点就到苏州去了。哇。在上海这边读书知道吧？今天正好看到你在上海直播。赶紧赶过来了，哇！今天终于找到了，我找了一个多小时从那边转过来。哦，我反正经常这个，经常会在上海户外直播的，下次还可以，是吧？可以，好。一二。美颜相机就是万。是红色吗？不是，认错了，认错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来上部电视，部电视。不用挡住我镜头了，帅帅帅，可以啊可以啊，我来我来我来，耶，谢谢，我们俩一起，我们俩一起，一起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来拿，你们这都很心机，我拿的话就是最胖，你知道吗？脸最大，没事没事，一二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拍到了吗？等一下啊，看看，那可以，行，可以磨一下皮什么的，对，美一下眼。唱歌吗？唱歌呀，唱歌，准备唱歌了。我但是我又怕等会又有水友来的话，我肯定要停下来的。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你可以上镜的，没有关系。哇，月亮出来了，你看月亮都出来了。我天黑了我就回去了，因为今天我那个我妹妹没有在。